基本上我拍完一代宗师以后，我基本上都没有打算再拍drama，所以一直下来我都是接一些喜剧，所以往后的日子大家比较多看到的都是我的喜剧吧。 可能是会观众比较少看我这一方面吧，观众大部分时间，我相信我很长时间拍了很多 drama， 然后在观众心目中都是比较严肃的一个样子，这一次会跟以前的反差比较大。 我们都非常的投入啊，就是到现场的时候就没有，就已经是那个角色的那个角色的，对啊，就不会，你们可能会问什么，刚刚有人啊会不会在镜头以外在聊天啊什么什么都很少，真的大家都很投入，然后那个气氛是非常的既认真又轻松。 但又很专心，这样子。